小朋友们不要紧张。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草莓。加油！你快点啊，沙爹！我都快到了，我真的快到了。他咋走那么轻松啊？太无语了！沙爹，你快点，你再不来我就坐了啊！操你！我觉得你在触电了吗？鲨鱼触电了，我觉得。好好好好，一会儿你们试试，你们自己试试。我们就再拍下一位。来了。草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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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草垛，完了，草。干嘛呢？垛。啊！他等于喊了一圈，他迷惑你们。草垛，你别把自己累着啊！草垛，我已经累得不行。草莓。草莓，草莓，快点！大勋，大勋呐！快点，大勋，大勋啊，大勋呐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自己过于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因为他抓住你了。哦，抓住。对呀。哎。你怎么出去了？咋还出去了呢？考虑清楚啊！考虑清楚啊！看我这敏捷度！草垛，草莓，快走，快走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走快走！加油加油！快走快走！加油加油！快点，大勋！不算干扰，没碰到，没碰着你啊。这个没有碰到你，不算干扰。OK， 你 OK 个啥呀？你都下场了，咱就在这给他弄滑液呗。你再教我一下，怎么弄来着？这样是吗？你在海防拍就学这个，简直感觉变成蜘蛛精了。草垛。草垛，草垛，草莓！你是自杀呢是吧？为什么要挑战一个难度最大的？因为我不舍得跟白鹿跑，我怕它。来吧，第一轮结束了，请所有成员就位，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对决。这次从绿队开始吧。你来吧，你刚才没玩。我去，你体验一把，不是你玩一把，你玩一把。多像一个老太太啊！
太滑了，磨合一下，磨合一下。草垛，草垛，草垛，可能好软，快过来，过来。好多哦，美！啊！哎呦喂！我赢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对，你都快被超圈了。站，站起来，站。定，走，睡，起，睡，睡，小林，对不住啊，让你提早结束这个。哥，你去吧，哥，好，把篮队淘汰，哥，你很嚣张啊！你很嚣张啊，魏老师！草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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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用力吗？草垛，草垛，看着干不？好明显，直接趴他，趴他，趴他，反手抓他，反手抓他，草莓。我都没站起来，我就抓着了。送人头。真的好滑呀，真的好难弄啊！没，没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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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他没了，一问这他没了，他没了，哎，别扒了我，别扒了我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扒了我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着急 ，baby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给！给！啊！